2023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海拉尔站成年组双人自由滑结束，结果夺冠热门张嘉轩、黄一航因为出现了失误，最终获得了一枚银牌。作为目前国内最值得关注的一对组合，很多人在欣赏两人比赛的时候，竟然多次看到黄一航给女伴张嘉轩甩脸子的神奇场面。被网友抓到的就有四个瞬间，在等待分数的时候，张嘉轩送上自己的玩偶试图安慰男伴，结果被推开，之后张嘉轩又给他送上了纸巾，结果依然被拒绝。这还没完，在颁奖的时候，张嘉轩登上领奖台与下领奖台的时候，两次要牵手黄一航被无视，不少网友直接无语了，太心疼这个妹妹了，两人到底是啥关系？当着直播都要展现隔阂，出现了什么问题吗？一般来说，双人滑因为天天在一起，很多都成为了夫妻，比如申雪赵宏博，就算不是夫妻也会是灵魂伴侣，比如隋文静韩聪，像这样明摆着关系有问题的情况还真是少见。当然考虑到张嘉轩都是笑着面对这一切，也不排除黄一航就是这样的性格，女伴很懂他，姑且理解为女伴单方面宠溺男伴吧。希望两人的关系没有问题，否则这样的搭档多累啊。2002年5月出生的黄一航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，是中国队目前重点培养的对象，而张嘉轩则是超新星，奥运冠军隋文静目前是两人的编舞，而教练则是栾波。